小的陈时中在想什么哦？范云呢，在会可以让台北市民想起三加十一到底谁是始作俑者？那林昌佐呢，在疫情爆发期间，他完全没有为万华做了什么事。那所以陈时中找这两位来加入团队，是要让大家可以更记得你陈时中对防疫的指挥的系统里头有所有的暴露所有的缺点，而且也难起万华人对于这个林昌佐以及范云的仇恨感。脑力耗尽需要睡眠，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放松心情，舒缓焦虑，帮助睡眠，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充饱电再出发，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还有主播出任务 CPI 444。